猪蹄马上就卤熟了，你妈是不是快来了？咱们赶紧做。真香，赶紧上。哎，别偷吃了，要不你妈以为是我偷吃的呢。本来我在你妈心里印象就不怎么好。哦，二林呀，我又来了。哎呀，二林呀，我又来了。啊，今天什么好日子呀？做这么多好吃的呀！哎，那个，这个菜不能动。怎么不能动？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，我丈母娘要来。啊，丈母娘要来确实不太合适哈。要不我改天再来。啊，你改天，改天吧。啊，那我先回了。好好。小秀儿，拿筷子去。这么好的机会吃不着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哦，有了。是不是还缺点啥？饭后点心。哦，走走。嗯，我一会儿跟丈母娘好好喝两杯。啊，行。随手掏，味道一开看不见，走位啊走位，手里干。嗯。哎，怎么就剩饭？你是不是偷吃了？甜点，拼了！不可能，媳妇儿，我怎么会偷吃呀？你就总是这样，吃了也不承认。不是，就。把菜拿到厨房，看我怎么整它。哦。变色了呀！
够当瘦的了。怎么辣椒也得吃？哎呀！哎呀！这什么辣椒呀？太辣！太辣了！回家拿手冲冲吃。好嘞，放肆！今儿我让爸爸怎么样？可以。我妈妈，充满电，行。没问题，你的技术已经非常娴熟了。那教练，我啥时候能考试啊？我明天就给你预约。行，嗯，那我先走，教练。好了，哎，下一位。教练好。你好。嗯，上车地步知道干啥不？哦，系安全带。啊？哎呀，教练，我想放个屁。哦，想放就放呗，多大点事儿？那就不好意思了啊。哎，教练，教练，这咋回事呢？连个屁都顶不出。哎呀，这你这放的啥屁呀、啊？怎么还有韭菜味呢？教练，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下步，等会儿。嗯。哎，干嘛呢你？你不是让我点火？你这一点，我那屁就着了，咋也兜兜我爱玩。我让你点那个。教练，我这又来感觉了啊。哦。呼。嗯。哎。你可别来放屁了，我这根基都缺氧了，你要再放几个屁我都没命了。那这咋整啊，教练？哎呦，我得给你想个办法。哎呀，这下屁就熏不到我了嘛，这办法真好。来，姑娘，我先给你系安全带啊。咱们下一步前第一步前往，然后左边是刹车，右边是离合，放。幸好我错了，那不就拼拼到我了。今天你就这样好好我教你学啊，啊，手握紧方向盘，哎，然后是左边离合，中间是刹车，右边是油门，然后快快。老公，帮我扫一下地吧。没见我玩手机吗？哎呀，这灯泡！老公，给我换一下灯泡吧，灯泡不亮了。没见我玩手机吗？啊！老公，出去给我买包盐，没盐了。没见我玩手机吗？
都是他们全。到哪拿个手机，不知道捣鼓啥呢？得找个机会看看他到底在干嘛。老婆